今天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两段力的液压铰链，还有一段力的液压铰链，它们之间有什么分别，还有各自有什么优势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两段力的液压铰链，这个两段力的液压铰链我们看一下，换力放进去，再看一下这个一段力的液压铰链，它关闭的时候慢慢的继续关闭，是没有声音的。那么既然间同样都是有关闭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子，那我们再看一看打开的时候它们会有什么分别。我先看一看一个例子，打开门的时候，当你放手的时候，它就一下子打开，它就不会再甩动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它去到那里就停在那里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一段力的液压铰链它是什么样子的，打开门的时候你看它甩动了四五下，然后它才开始关门。看到了，它会闪动几下。 OK， 那我们同时打开两扇门，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力的话，它要不就甩回来，要不然就直接关掉。它是中间是没办法停止的，可以看到，看两段力的话，它就走到哪里就停在这里了。啊，中间可以停顿一下，到了一定的角度，它就会自动吸进去了。所以说，两段力的液压铰链的话，它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，在保护这个家具使用的过程中，它不会甩动。如果没有甩动的话，它这个铰链跟板之间的连接就会比较牢固。如果说甩动的比较厉害的话呢，我们看到甩动的比较厉害的话，它这里这个铰链底座跟这个门板之间那个螺丝的连接，它就会受到冲击了，是吧？受到冲击的时候，对那个家具的使用，它就会有一定的影响。关门的效果相差不大，但是在保护家具最终打开的那一下的话，它们之间就有很大的区别。甩了几下，